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装饰小叶片的勾法，勾法呢也非常简单，用线量也不是很多，大家准备一小节的这样的绿色的或者是黄色的线就可以。下面我们开始，环形起针，这里呢绕一圈也可以，绕两圈也行，在这个圈里面勾出12个短针。12个短针勾完了，咱们拉一下这个线头，有一根是活动的，我们继续拉一下活动的这一根，然后把另一根给它收起来，再拉这个线头，找到第一个短针，就是这里，给它做一个引拔针，这是第一个短针。开始勾主体的部分，先立一个辫子啊，这是在第一个短针上面的，我们要勾出，看一下第一个短针，它每一个短针呢它是有两个这样的小辫子，我们挑第一个短针离我们远的一根这个辫子，只挑一根，把线勾过来，勾到这个地方呢就不要往下勾了，继续再到第二针里挑起全部的针目，就是两个辫子，再勾出来，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先拖过前两个线圈，再拖过后两个线圈，看一下后面呢，大家看一下后面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小凸起，这个我们开始勾下一行，直接挑这个小凸起，把线拉过来，再回到这里也有一根辫子，只挑一根辫子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挑的是第二针第二个针目后面的这根线，继续第三针整个针目给它挑过来，有四个线圈，先拖过前两个线圈，后两个，最后两个，就这样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如果不好挑的话，稍微的侧一下，勾过来，继续勾出来。下面，看一下，下面，这里还有一根，不要忘了。然后再到下一个针目，整一个针目给它挑起来，钩针上有五个线圈，这样两个两个给它引拔完成，一直重复这个动作，一个最后一个的时候看一下，就在后面，最后挑起一整个辫子。现在钩针上有2、4、6、7个，3个，
看一下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三款呢都是勾到钩针上有十个线圈，就是这么大小。大家如果喜欢小的话，就是勾到钩针上有七个线圈或者是八个线圈，它就是这样的小叶片。如果再稍微大一点的话，就是钩针上有十个线圈，继续这样调后面的一根线。现在呢，钩针上有九个线圈，两针两针的给它往后退，三个，四个。现在钩针上呢有十个线圈，两针两针的给它往后引拔，好，钩到这里呢，把线给它拉过来锁一针，当然后面呢还有空了几针，还有空了一二三，还空了三针，大家也可以再去钩上这么一行。那勾完之后呢，找一个稍微细一点的线，稍微细一点的针，后面呢有这样的纹理，给它藏一下就可以了。